頭先你喺尷尬時啦，其實真係講翻呢個主題，其實都好緊要㗎，檢查。咁啊，早排都聽到有啲收音機就即係有啲唔好嘅事情發生咗啦，例如係犬籃嗰啲嘢，因為就係缺乏呢個檢查，咁所以咧呢個條例要大家要去清晰去知道曬啊。咁啊，大家聽完書，咁我俾娛樂大家先。咁娛樂就係送隻歌俾大家，而家就係邀請大家嚟我呢個升降機度唱隻歌俾大家聽，一首歌真係曬，我背住先嘅喎，原來我攣曬腰喎，唔該曬。最討厭的一首歌，你最想哼。